天南地北的贝壳们，大家晚上好呀，我是张艺兴，欢迎来到 Lace Moonlight Radio。 Lace Moonlight Radio Radio、啊、时间过得飞快，有没有一眨眼四月就过完了啊？这个月我过得非常充实，收获加一啊！你们呢？来浅聊一下，让我看看贝壳们最近都有哪些不一样的加一呢？听一下这都是谁写的这个手写信啊，我开始念了啊。嗨，长沙我张哥，还记得上一次爬岳麓山是什么时候吗？这是我和我朋友夜爬所见，想与你分享美丽的风景，加一。 Hello 一心，工作了好多年，下个月跟高中男朋友结婚了，呼呼，祝福我加一的人生模式吧。哎，谢谢你让我求学长沙的决心，加一。开心的是我已经考到了，把对你的喜爱变成了热爱，我们都在努力变好，变得更优秀。有很多像我一样受到你影响的贝壳啊，他们也在变得更优秀，所有的人都在来见你的路上，一路热血奔腾，一路绽放，真的很替你们开心啊！考研考公成功上岸的宝宝们啊，得到心仪的 offer 的宝宝们啊，祝你们事业加一，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贝壳们啊，结婚生娃这种人生大事加一，蛮酷的啊！当然，月有阴晴圆缺，遇到困难迷茫啊的贝壳宝宝们啊，你们也要不要沮丧嘛啊！我允许你们在心里小难过一会儿啊，你们就把这里当做一个树洞。倾诉完了以后就赶紧行动吧。还有豆爸给我出的题啊，前念一下啊。知道为什么你今天特别讨厌吗？为什么呢？那还不是因为讨人喜欢和百看不厌吗？别小看人哦，哥也是会带团队的好吗？信有点多啊，看都看了，就不在这逐一念了啊。每一封信都有认真看，比平时会看得慢一些，希望你们能感受吧啊。伴着绿皮火车开动的节奏，写下带着想念的字符，望着高二窗外飘着的雪花，耳机里传来的是 When It's Christmas， 听着外婆怀念着那时的夏天，烈日蝉鸣凉床蒲扇西瓜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又幸福。不愧是我的贝壳的分享啊，一个个都好有画面感，感谢你们和我分享这些生活的点滴啊，还有对我的每一句关心和关爱一并收到了，很感动。最后来点走心的表白吧，听好了啊，下面这一段比较声情并茂，认真一点啊。To 我的钢铁贝壳们，远房亲戚们，还有尊敬的歌迷朋友们，见信如面，这是有你们的第十一年，接下来肯定还会有一年又一年。我从当初那个连做自我介绍都会紧张到停顿的我，到今天的张艺兴，你们的陪伴与支持功不可没，炙热的目光，热情的呼唤，演唱会上暖心的紫色海洋，我知道你们一直都在，也给予我在舞台上能肆意挥洒的底气。感恩所有的相遇和所有的并肩前行，希望你们和我一样 Stay hungry, stay foolish， 爱自己，爱家人，爱生命中的每一个加一。十一年了，也想带大家去看看不一样的风景，这个夏天准备好了吗？真的要见面了哦，让我们都去成为最好的自己，然后顶峰相遇，说到做到哦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台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晚安了各位，晚安。